河美镇崇和街甲河岸街交叉路口，因为路较矮，无好火车，影响到当地的交通状况。当地里长就要求台电设置崇和街甲河岸街交叉路的电火条啊，爱刷去别位，让当地交通状况会当改善。河美镇公所今仔日甲相关人员就前往会勘，表示后续还阁爱进行阁较详细的评估。河西里长黄明庆表示，真侪里民咧反映，这支电火条位置卡着车辆咧行的路线，才予交通拍夹，希望会当刷走。重点是咱这电火条啦，因为伫遮若紧要开出入嘛，拢过拍夹啦。啊，里民哦，阮里内里民来咧反映，啊来咧反映，结果今仔就是大家共同出来伫咧会勘，甲咱。环境啦，交通对甲咱河尾啊，咱公所啊，即样个重点关看是要安怎来设法，即个电力条来依托客托道路，互咱居民甲咱即个住户咧住，较会一个安全性，甲要出入才会方便安尼吼。河尾镇公所建设科代理科长李彦林表示，今仔日会勘也无结果，依然需要搁较详细评估。我们今天主要来会看的是那个彰美路跟昌河街的这个岔路口，那是要解决这个台电的电感跟那个耗制感，那因为迁移呢涉及到私人土地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后续会再跟相关单位一起来研究讨论，看如何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。昌河街、河岸街甲彰美路六段是河美镇上热闹的区域。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清洗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民众一定要加一点仔耐心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何必采访报道。